这个部分，我是感觉主政者对这道口的因的因的，我是感觉他们可能伤无用啊。好、哦，要食好钱爱家己拍，啊，那文化不要靠政府，你完全不要依赖他。等到你做起来了，他们要来沾光，没关系，给个方便，给他一个方便。啊，若要考，站在一个对等的立场，大家才来讲嘛。条件会使，我让你来徛台，哦，啊，若袂使嘛，唔免甲赶啦。你甲赶激死他的人无效，哦，袂，迄也毋是予咱会激死你的吼，咱也无法度讲，甲变做咱的家己讲啊，那会使甲看住。啊，若无法度，咱就莫讲咱是家己讲，咱讲台湾就好啊，吼、哦。讲台湾已经很为难你，好、哦。所以这个咱是较吃亏的啦。啊，过来咱的风俗吼，咱的民俗风俗其实，从古以来人拢讲咱迷信。哦，讲咱这也是拜拜啊，迄插头仔敢出来食，对哇、啊？咱下边出来食，因为耶稣就会当提火去边啊。但是我们在不讨论宗教，宗教不同的宗教是彼此的一个尊重。好、哦，但是在主政者他用某一个眼光来贬斥我们在地的民工民警的时候，这个是个人会比较 care 的，我比较在意的。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；你不尊重我，我至少。我可以显得我的气度，我不跟你吵架。你会使对我无礼数，我无一定爱放狗甲你打，啊，不过是狗甲打一寡吼。诶、嗯，我人我嘛是对你安怎吼？我们台湾以农为根本，啊，不过这个问题很严重吼，这个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很多人还是把乡民当成弱物。可是我们很想讲，问他们一句话。在乡村的我们的这些永清福乐，他们的幸福指数还有生活便利性不比都市人还差，我们的幸福指数可能比他们还要高啊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认同啊。而自己一定要穿的高跟鞋，或者是穿帅帅的出去就是型男，然后我有女朋友一打，我有男朋友一拖拉裤，想象一下，嘿，那是你的时势，你可以怎么？你会怎么想？你反倒在等，你在当时你在做阿妈、哦。好，这个是诶，拄啊，迄个吼，这个我觉得很特殊的是，你五车这个所在车，伊竟然还佫有一种土格厝。那伫咱昆林这一带吼，规间我土格会敢若较少吼，可能规间。整个啊，就是较无人住，可能同款啦，人口外流的问题。啊，过来经济的时阵，其实土咱的种植会尴尬吼，土种植比石灰较无解用。然后石灰佫比阿摩土佫较怕。问题是，白白五十年的建筑物吼，迄、那个这土甲厝还佫会大。伊若歹去，你还佫有法度修理，免规间砍掉。你若是阿摩土起的吼，你只要一泄缝会漏水，你无规间拱掉，啊，若无你爱叫迄师傅来用迄用注射的，他才能防漏，他也不是不会坏吼。先生，而且我讲的卡拉拉渣渣吼，来，当我们一个人他不断的被人家打击他的自信之后，他会怎么样？伊会感觉伊做啥嘛唔对，伊做迄嘛唔对，做迄嘛唔对。然后人讲的唔听鬼看的口听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那这种情形，我现在正在进行时，当然我现在不会呼吁大家来提问的过程，那我赶快把破条啊出来抢救这间庙，我觉得那个没有必要，因为迄唔是咱有法度去查的，对啊。后面才有哈，咱家讲你身躯穿的这件破衫吼，哎，这是古董啊，伊甘愿摕来定雕来穿塑胶衫，叫做新潮，穿破人的笑啊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对某些东西的观念不同所产生的差异。我们已经告诉他说，你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。承受你的上面，还有这国家
人间国宝，人间国宝的作品哈。伊讲好好好，阮即是天工，伊万开花，明仔载，阮就即是天工哦，哎，即是天工哦。伊讲第二天，第二天阮伫遐捡，小等下看。伊第二天，赶快墙壁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我想听下什么声，拢唔知影。连续搁敲一再去，一再去敲完了后，这代志拢经过十，从这样到这样。他只经过17天，跟他17天而已，这些变成这些了。你跟他讲，我们就觉得，我们就会像那个老僧，会舍不得，你也感觉有一点点惋惜哈、哦。人之常情嘛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泰然处之，我的佛啊，我的心安住，啊，我发懂了，我懂了。啊！我著甲伊讲，迄物件都唔使压互你，你搁放了压，压都无遐多啊。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？只能嘿嘿一过。你无遐多去动一点，我要来对小朋友做。下一个。但是我们真的要让这样的情形继续发生吗？虽然它一定会发生，虽然它一定会搁再发生，要唔过。我们可是不是在可以用得上力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拉他一把，或者推他一下，甚至我就踹你一下，把你踹醒，可不可以？站稳了再说。好、哦，安娜，阿哥传话，安尼轻轻的哦，唔通了，黑到位吼，那个动作炮灰呢，然后我们的一个版主他是这么说的啦，六兰居的版主他是说传统哦。并不是一个可以继承的遗产，我到了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来，它不是一个可以遗产的。假如你想要获得它，你一定要下一番功苦功不可。起一间厝，起一座厝，起到足水的，咱的祖先可能阿祖迄代起的，伊嘛是安怎用伊规世人安尼辛苦来拼，拼到才好到起一座厝。经过70年后，就厝破甲要了去啊！啊，中间下拢落来啊，地咧落啊，啊，即嘛房头啊五六个啊，其中有一个出来，啊，阮这是毋是会当叫政府到补助，来申请补贴，然后叫政府到补贴吼来修理厝？有，有啊，有这个可能啊！嘿，而且你的技术有够悬，啊，毋过毋知影补助偌济吼，上济了不起。三成就袂歹，哦，伊搁烦恼是毋是补助了会变国家的？我讲你家讲白，哦，伊讲暗埔海房头啊人就真歹讲呢。我就回答他一句话了：，恁的祖先用遐济心血去起一间厝，你若假使想要将伊搁再留落来，来宫中耀祖的时阵，你一定爱用恁用比恁的祖先搁较加倍的加倍。的心肺，你才有法度得到。假若无，你唔茫讲想讲买新领做公的赛来补汤，那个完全没办法，维修比盖还要难。然后我们要延续的是，它本来有70年，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再变成100年，是这样的一个思维，而且也是现实哦。那会不会电影公司盖了？盖了，你们去。拢去看到，拢有甲斗捡过，看看来甲讲好啦。恁迄落恁一间无住啊，是安那？王建王四弟啊，迄人进前遐就已经甲做一个基建伫遐，顶边甲做一个王建王四弟，然后雕中双方的书拢不在雕，都不在那个框框里面，全部都跑出去了。我一个看到了，卖地嘛好啊，第一次死心，全卖地。卖球去哩，去台北，我工作烦恼，我去台北。经过两天，想想唔对哩，迄一堆还袂捡完呢。电话敲电话，佮甲副主席讲，副主席，我想要等下捡一堆。好啊，阮下晡要拆，下晡要吐掉，啊无等你啊。哦，安尼拜托，谢谢。哦，一点坐车，3:30到位，继续佮捡，佮叫一堆人来，比刚刚侪人。同款拢捡起来，然后全部把它移出境外，我下晡伫后街店。把它移开，
离开的有人讲，啊，是不是可以再捐回给庙里？我说可以啊，但是他一定要能保证把我做回去墙上。假如他不能够做，那这样子我不会让他回到那边再受到侮辱。处长都出来讲话了嘛，立委、立法委员出来站台了，还是挡不下来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不要叹息啊，吼，不要叹息，我们往后看。嘉义本堂之前，我们现在还在看老式的庙宇，哈，还在看仿佛是一百年前的这种味道的，哈。消息中的陈义峰，这个是谁的痛？还在消失，据说有不当的整修在上面哈。蔡伟绝对袂使用水洗，用水洗，色彩洗袂去，然后目色开始正了，你要救你就拢无法度，绝对不能用水洗。这个是我自己在我刚刚那个德兴宫那里所看到的经验，真的不能用水洗，冲毁了色水体去洗。当下洗过，颜色退掉七成。好，下一张。然后啊，说真的，在乡下有很多庙，它刚开始建的时候，它未必是那么华丽，可是它的情感是真的，情真意切的，大家都希望把最好的做出来给神明住。好，料好实在了，上无用在地。哦，啊有啦，较久倒会使用一挂长山的服衫。找到石啊，哦，咱的人本身，咱的神皇庙都拢有，啊，还有泉州白啊，泉州白石、花岗岩，那个都有，而且雕工是一级棒的哦。这间哦，这间这个还在，这个还在，这个还在，妈祖的天宫，那这个八柱仙品上面这个是玻璃剪帘哈，玻璃剪帘。好，下一个。整个体耶，整个体耶啊，是不是？感觉上跟刚刚那个有一点点像哈，但不过一只条啊是干呐，外面放出来哈，有一个拜亭，一只不是用八条的啊，一只是可能加两支条啊，啊，伊内底一块有无哈？他用后面这个伊是用伊的八条接落来，所以他只有前面这个地方哈。这个龙柱是。灰一堆，石灰下一堆的，可能有敲阿猫头，但是这个专业的部分我不清楚，天天我知道是他是现场这样做的。我今年有看到新做的一堆，安那一堆，啊，你要看卖一堆爱偌济，有人要要看卖啊无？40万。哦，唔免啦，唔免那么贵啦，一堆十万。大概这么高，哦，类似这样的比例，想象一下哈，是对，十班，迄个比拿来，拿来九零班遐，柳宗理福建庙，哦，因遐一个和尚，伊就看我咧翕相，专工我来甲我讲吼，我专工叫引荐遐个师傅来做的，安尼一对十外班呢，哦，我雕器无啊去用，那切刀石啊呢。他还跟你强调，我们特别不要去用那个青斗石的。我们刚刚是叫五锅米，阿摩陀较早是王动作讲，一定要石啊才有锅米对吧？吼，回头了，回头了。我们再保留他一个童年的印象，这样手工就可以捏的。但是你起码有这个熟客的人啊，太少了，像这种嘞。一间一间，他也在排队做什么？准备被拆掉，都在真的，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哈。我头一本册内底有用，即内底红啊，啊，不过伊内底拢枯掉啊，重新油掉了，重新粉刷掉，重听说重画了啦，还讲病危啊，我还没有去看。好，下一张，一间在。大概50年代哈，民国40几要挖古早的时阵，开始出现一挂本来新段，然后迄个庙会开始旺来了后啊，开始出现起的庙，
伊迄当时龙条，就石头的部分都很重点，石狮、龙条，其他的部分他大概也不大会去用到石雕的哦。剩下的，人讲不建木，对嘛？就不建木。宾馆在红岩板内底，哦，在鞋啊，在门外在啊，唔是石啊，嘛唔是木材，拢阿摩陀。就去剃的，所以剃，伊在结灰有无吼？这些灰色的部分呢，伊在结灰拢总是用咱拄仔咧讲的迄种，用石灰也是水泥，就去用灰石安尼用啦，捡灰起来，有哪落来去做起来，甚至个你会感觉吼，伊看那个松针、松树、松针吼，伊在用一粒，敢那差大概这么大，吼这么大的一团那个石灰吼，一种玻璃架，宾馆用啥物？用迄敢那剃线吼。一支一支有那个来插，把它做成松针的样子。你近看的时候，你的动作讲那个感觉跟你传统在锅炸那擂饼那个掌心啊很像，哦，还是跟那个那锅炸的沙飞有无吼？啊，是不是有一点点椭圆形的？啊，是不是有一种那个梳子那钉子有无吼？它就类似那一坨。哎，真正你拄看到你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吼。够歹，迄叫阮囝来做啊，比伊较水。可是它代表某一个时期它才有的东西，伊并没有统计的物件。然后他也做了一些像这些哈，它上面这些黑黑的部分啊，也是去海口去捡那个 logo 结啊。这个是我们在访问的时候，他们亲口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去捡海 logo 结啊的，然后请北港湖雕塑。一种薄冰来做增量，他那个做冰，我们那时候跟他沟通，还有庙里面的老人有跟他讲说，这间庙哪会冰片吼，这款物件会使冷，他特别去请人用水刀，锯下整幅哦，整幅把他剪年的作品全部都锯下来，然后把它吊起来，他说改天了、啊。当然没有批核的时候，他要把它做成文物馆，至少他不是全部砍掉、丢掉。来讲，锻造的庙，这个还是了哈。上面到了这一个时期的时候，南归金标，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去看到所谓的木雕或者石雕的东西了。它开始转到屋顶上这些玻璃剪帘也好。或者是泥塑堆灰，灰堆也好，那现在这些了不起里面还有几个彩绘，好，下一张，有些已经可以称为文化图像了，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我们时间都已经好像跑到忘了，要紧着挂开嘞，好，这边有的已经可以变成文化图像了，好，来下一张。像这种泥塑的东西，干那只有乌俩，白顶无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你把一个做的会红啊，绝对袂完全同款。当然，一个师傅，一个师傅，一种风格哦，多少还是那个上无兄弟啊哦，同一对父母生的啊，还是有一点像，但是它绝对不可能一样，因为它不是 AI 人工智慧。好，下一张。像这样的艺术品，它绝对跟灌博海不同款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会大家知道说这些东西，它慢慢在消失当中。下一张，这个也是，古来了后，伊顶管在玻璃，在碗杯啊会落掉，啊，不过伊的机关，美就是美，迄、那个体态，就是水到让你学了解特质。来，过来。这里吼，这我名好像叫吧，好无吼？啊，这里迄个陈颖派的儿子陈文俊，这个都是在不是刻意的情况下拍到他们在做的。我要讲的是，传统技艺的保存不在于没有人学，而是在于没有市场。我起牛。它的营生就有问题，因为它这个毕竟是
匠艺，它不是艺术品。艺术品有朝一日，它一定会有，会有它成名的一天。成名跟利有时候会一起来哈、哦，但是不见得每一个都那么衰，都像饭骨一样。好，开张。瓦石啊，好，刚刚一样哈、哦，这个还是瓦石啊当饭。它瓦石啊、石石啊，好、哦，这些慢慢也都在排队的哈。这边回去啊，好，下一张。这个我要讲的这个就是庙，它等同于是一个利益争雄的舞台。来，各位，请看一下这里写什么？苏九节十九年，后面这里四个字，廖跳听翁。师傅，你若无照安尼甲做，伊变少要领钱。这间庙听说某一两个地方是毁掉、杜雕、个金龟，但是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，我是从这上面。这个红点，这个点，这应该是开工、哦，所以它有民间信仰在里面。我努力把我这个都留下来跟蔡伯。好，下一张、哦，我不讲那个在哪里了、哦、我们也不反对新建、哦，我完全不会反对南提西呢、哦，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塑胶庙，我本来是用塑胶庙啦。后来想想太不敬了，很快就交屋的嘛，我真紧就包你啊嘛哈、哦、啊各位我们各位嘉宾哈、哦、各位来宾，你们要沿用塑胶庙的时候，请不要说，不用替我打广告哈，我会告诉你，我绝对可以再狼为善，好、哦，对的这边呢哈、哦，我比小秋还脆弱，好、哦，它的特色就是高大鲜艳。青岛酒，哈，青岛酒的酒坊，也是迄个红宝石酒坊，大肥金，即落钱会使省无？哦，龙挑石狮足大个，会使啦，迄个金比大嘛，吼、哦。现在、啊、再来红宝石同款吼，文不对题的青岛酒部分，这个我目前有看到这种情形，而且还蛮严重的。问题是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站到庙前。找庙公公，你这个写唔对嘞。你若安尼甲讲，伊就讲变，阮无查到你一个原因，那也不行哦。好，南藤的作品，上面这个是南藤的哦。再来木作龙拱的，这些很华丽哈。我刚才讲的，一片内底，伊的红啊，未超过十个。你想一个一个温柔的对，你真的可以对得出来哦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跳针，要不然就跳针，哦，这边三音正礼部，那边要做啥？礼部正三音，掌声鼓励。是真的，我们看的会心疼。然后最可恶的是这一句话，伊就欺负咱三千万公里。那是师傅跟师傅中他们的对话。啊，你讲到呢，哎，安尼咁好，徛咧顶悬安尼讲，你哪会捌？你个道理，你到山，这后边这边要徛人嘛，还袂看到个车。是这样子的话，让我们听到，我们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？好，下一站，我是哎。我请问吼，你讲迄南坑的作品是讲较俗的对，还是啥物意思？较俗的作品啊，先嘛。南坑的作品一般，它是一个名词，但是它是音译。咱古早咧讲的南坑，我知古早闽坑有没有珐琅？珐琅那种啊，它是烤漆、烤釉料的嘛，吼、哦，那个会叫南坑对吗？我也是到后来接触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们在讲的这个南坑。高炸是讲庙红啊，但是在某一个时期有人讲说，这个叫，那个叶王胶子桃吧，那讲叫是胶子桃，但是胶子桃到了它是低温桃，可是来到了这个1000多度的这个，它也不能叫它胶子桃，所以他就用一个，他们就说这个叫南藤哎，所以那个南藤在讲的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了。包括现在我们看到，我就举例没有贬义哈、哦，奉天宫，
嘉义奉天宫这次他所用的这一批的胶质陶，你要说它是蓝藤的也可以。好，但是你真的要去区别，说是不是蓝藤的就比较便宜，这个我不能够直接回答你是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你听有无？对，有点达到了理解了，写好写了理解了。不是，因为这方面呢，我无法度解讲蓝藤的就是较俗。哎，这个我没有办法这样来回答你。好、哦，几分钱几分贵啦，蓝藤还是要比较贵。就是讲，要够代表其他的意思吗？目前我所听到的是没有。他没有去，没有说蓝藤的就是比较秀，还是比较是跟水平没有，不是等号的对的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好、哦，那有回答到吗？啊、没有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好，谢谢哦，拜拜。然后，塑胶庙的第二修，有没有发现，它上面的那个什么庙，我都把它砍掉，那别再给我砍了。家属老，因为哦，咱家多，或者多少家，你搞那个那个，太失礼了。我只是介绍一个样式哦。嗯，这个就可以一直看的。这个真的要一直看，因为这个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做细部的讨论哈。再来，再往下看过来，然后，有水不？我们挑一个来讲，富贵如意。你看到富在哪里？有看到贵啊？有没有看到如意？高嘞哟，一支哟，一支。这个贵，它是一个香囊，那粉汤汤的。这个基本上你说它有如意形也 OK 啦，哦。还有什么花？富贵，照理说它要出现牡丹花，有没有牡丹？所以你别塞个俩包里。这个这样的作品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按图索骥，文字跟图样，你一定要把它切离，把它切开，你才能够去讲它，才能够给他解说。你要解说那个杂牌五雄国阿够国一雄，你讲到最后，你都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但是这个都是几千个移动人安尼。你著先靠头，你接出来的优先钱。你这样子，咱换头的人，安尼钱同摕咧开这种的，啊，互咱这阵人就遮咧讲，安尼是不是咱替人做唔甘的？唔答，下一张。好，好，各位，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。来，这出是什么？鬼祟骗人，你做代表，你做啥物啦？这出嘞，为水并行吼，姜太公伫这边，即嘛三万这边吼，啊，问题是这边断崖，水伫这边，啊，伊即个钓啥？我伫玉地咧做咧钓王朝将相，过来这出嘞，哎，姜太公出来啊，啊，都甲这个同款，这三个拢同款，这出。视频内底拄好跟咱这个无同，啊，问题是这个是啥？这是桃红三结义，还是三赤孔庙？看不出来，他在同一个庙场里看得到。看到这个作品，你真的会替乡亲，你真的很想跑去跟他讲说，恁去用骗骗，但是袂使，恁来去讲了后啊，人随画一阵人对头前解围起来，好死。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形，你会心会很痛。到底有没有人在帮我们台湾的庙宇、新建的庙宇做文化图像的把关工作？我们就让人家这样子为所欲为。大叔，你若去真个人啊，你带人来看的时阵啊，他是不是代表你的面子？
你要如何跟你的乡亲介绍？哦，啊，是该跳过，咱就动身无快就好啊。啊，若拄着迄小朋友，阿伯阿伯，你看，这个姜太公，啊，这个嘛姜太公，迄个嘛是，你要怎么去回答他？你又不能把他扒下去，小朋友，朋友囡仔呢？好，下一个，还有，啊，这人你怎来个创啥？你就是这正常嘞，你走来这是要创啥？你会觉得，这个就我们就有时候在讲，我就打个比方，啊，读册人你走来在创啥？好，好，下一张。这里一样在同一个地方拍的，同一个地方哦，同一座庙，我就不讲哪一座庙了。好，匡明回家，匡明回家。啊，这个中共老弟，好，伊面够臭的啦。好，然后哦，这阿爸带因囝来，要来请匡明，啊，这两边阿斗，好大。好，阿当然变这个行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正讲是大孙经典那个孙啊。问题阿爸接到一个牙吊官的姜太公，姜太公了已经骂你啊。本王请李贤，啊，这个要做啥？上李兴过来。旁边那个呢？这个马赛动作，这个，哦，啊，闭嘴了嘛，啊，也是低头嘛，哦。是无讲尔。这个拜啥？要拜天公。所以他把这样的作品装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庙宇，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家乡变成人家也这样子来对待的时候，我们却有一点办法。他问题是，他代表的是我们的面子。哦，这个我们是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。哦，下一张我们要赶快吹一下哈，这个照理说这个不应该这边出现一个那边出现一个，两个是有没有一样？有哈，啊，今天拜过，今天拜这边嘛，啊，今天拜这边嘛，对不？我做嘛，并过来的呢，会不会有人跟我讲说，那个你那个什么电脑你自己都会翻啊，哦，可能是我做假的，我们来找证据。这个在哪里找呢？哦，因为上面这个都完全一样哈。哎，哪里有？上面那个。这个，你看龙柱，这里有一根有没有？再你说这一根，假如是我影那个相片本身做镜射的话，它这一根还有这一团球是不是要在这边？这个不是我做图的，是真的，它这样抓，金匠也能搞。哦，好，下一张。还有更下克的，这个照理说，他这个应该是和和二仙的斯文版，他修心的名哈，一个拿荷花，一个拿盒子嘛，和和二仙 ，OK， 这个不无赖和尚嘛，一注意哦，一千个三不赶快了，一千最轻，一千第二些的，搞一千个一千，那些的，这边叫做一堆，一堆跟这堆有什么不同？上午。颜色穿不一样而已啊，哦，我觉得比较创新的是，它这一个吊篮，它可以把它用这个胶纸陶哈，南宫南藤哎，那个这位大哥，这个我们就称它为南藤，可是你要说它为胶纸陶，也可以，因为它实际上它的做工是不算粗糙的，哦，比刚刚那一些细腻多了，可是细腻它少了。内涵，假如他更有内涵一点，那么绝对我给他一百分，甚至还免费帮他打广告，打给他被踢掉了成绩低。但是他出现这八仙哈，八仙这边，幸好他没有把它调成完全一样的，按了我的时阵我会更下课，会直接下课。好，好，下一张又来了，跳针。和和二仙荷花，这里也是一个盒子，这边也是荷花，这个不用讲，这个老早已经就被统一了哈，
左右两边就完全统一了。最早被统一的是这些岔岗，有人讲拖木，有人讲确定目标啊，水泥坊目标的，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做同化，做近色，你黑薄瓦嘛吼，一并的来料，水泥无管的，管好势，他就可以拿去组装了。因为倒的时阵的，刚才像那个叫快饭法，伊想在民主建筑好势了吼，然后。阿摩陀，伊即马房屋结合的时阵啊，即马摕来遮吼，插入去，同样咧，条啊无管落去，它一定管管了一段大条咧。它这个组件就出现在这个地方，跟着，是吧？它很早就已经用了，哦，很早就用了啊。好，下一个。